in this strange house. Mashima 蘑菇王啊，这个地图以前是那个铁甲猪公园的第三个图，后来那铁甲猪改成了蘑菇公园。但是蘑菇王以前是在这边，当时我记得是这地方是有几只妖精，你要打掉那只妖精它就出现。这个蘑菇王以前还是那个齿轮，它刷齿轮的一个地方。那另外一个出齿轮的地方应该是白狼人。哎，固定伤害。以前蘑菇王其实也不好打，他跳一下可能你的伤害就600左右，所以那时候相对贫血职业就需要多带点钥匙过来。以前我试过去那边打，好像死过几次，但是那只怪好像也不是很频繁出现。